咁啊，短炒咩都系嗰两嗰句啦，短炒食下糊先啦。都如果我当你今朝买八毫三，买而家九毫子都差唔多一成水位啦，即系要食我亦可以食嘅。低即系第一日上市，我之前睇翻咧，第一日上市就系大概九毫子嗰啲位嘅，咁变咗如果真系企得稳九毫子嘅，咁啊变咗就系冇蟹货区噶啦，咁啊变咗真系要再炒嘅时候，亦都会有另一番光景啦。但我相信，如果你话已经连升嗰两日，可能会回一回先咯。咁同埋。3686佢自己個市值又細啦，咁同埋都係冇乜蟹，即係雖然而家叫做啱啱先去翻個新高，但其實佢之前所謂嘅蟹貨都唔多啦，始終佢幾毫子，即係四毫幾子招股啫嘛，咁變咗其實即係大家都贏緊錢嘅，咁所以變咗沽貨壓力都會細啲，所以點解就會推介呢只股票咯。